我妈相处一直都很愉快，那两个人偶尔会吵架啊，因为从小都是我们两个住在一起，我们两个感情很好。妈妈吵跟你吵什么？哦，我们什么都可以吵，像什么？因为她很机车哎。什么事？比如说洗衣机，Oh my God！ 你知道不会用啊？不是洗衣机洗出来的衣服，你怎么会认为说她把你洗坏了？她那是不是洗坏了？不是，然后是跟红色 T 恤一起洗吗？他永远都在怪洗衣机，你知道，所以他的衣服不准洗，你不会让他知道你洗过。我们都是很可怜，都是不包括台湾，然后美国，我每次去，我帮他洗好了，然后再把他弄乱，藏在里面，不敢跟他讲。为什么他不让你洗他衣服？他会说你洗坏了，他会一直弄，他会说你看这洗坏了，缩短了，然后这边皱了，然后这边领子什么怎么样，他很奇怪，他会。可是很多衣服洗完真的会变小啊。No， 但是他跟洗衣机有仇，真的。就说他会一直弄他的，他会一直说他的衣服怎么样，所以我们都不敢让他知道我们洗过衣服。刚刚好洗衣服是被洗坏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知道衣服有些是不能用洗衣机洗，对啊，衣服就是不能用洗衣机洗，对，那洗完就不是坏了。你不会是连毛衣也丢进洗衣机吧 ？No， 我包括送去洗衣店回来，他都觉得有问题。我说这是洗衣店的，可是有些洗衣店真的你会夹在一般衣架，然后这边肩膀就凸起两，会拉，对啊，这边就会两个凸起来的尖尖的啊。没有，有一次我才吓到，你知道我回来，你想跟周汤豪交往吗？没有，我理解孩子的心情，有些妈妈很任性。哎，所以你怎么受得了你妈？习惯了，习惯成自然。所以吵架通常步骤是什么？就是说你没有步骤，就吵就不愉快，就不讲话。然后摔门吗？看有偶尔啦，看谁摔。可是你可以骂他到多严重？我骂他，他骂我。就你可以凶妈妈凶到什么程度？你可以叫你妈说少烦吗？会。那吵架的时候，你会先检讨你自己有没有太暴躁吗？那吵架的时候我就不理他，我就会写信或写纸条。写什么？就会写说，你干嘛？你怎么可以跟我这样说话？写信写这么白话？对啊，你干嘛？居然这样写信了，不就是因为我就会删很难讲的。周汤好，周汤好，你怎么可以跟我这样讲话？哦，对，你知道飞姐词汇有限，就他写不出那种很感人的。然后我就说，你晚上你应该自己要祷告，要跟就说要祷告一下，跟上主讲。对，然后你要知足，你要知足感恩这样。可是他会跟你说到 shut up 那么严重吗？不，他说你很烦，你一直念。